双手握拳，气势如虹，终于等到北市最强母鸡陈时中归队，绿营小鸡上演大团结。这回公布竞选团队，陈时中特别选在自己从小生长的大同区，其中最重要的竞选主委招来超级大咖前副总统陈建仁。虽然我较早做过萨斯的指挥官，但是伊即马做指挥官，所以讲伊是相当寂寞的人。但是我即马要甲时中讲。你不再孤独，知道双气，我一定卡出来喊你做会，做会听你好不好？陈前副总统，愿意来担任我们的主任委员，那当然是我们的荣誉，那当然是我们一剂非常强的一个强心针。从被征召到团队公布，短短九天，豪华竞选阵容火速成军。陈时中犹如搭上党中央量身打造专车，除了陈建仁，还有资深立委吴思瑶担纲总干事，总部政策小组总召集人则是立委管碧林，还有小英之友会全国总会长严志发操盘组织战。就连竞选办公室都承接总统蔡英文2020胜选风水，总统级规格让陈时中如虎添翼。那天总统讲说要做对事。那我会做事，那各个会会督促我做对事，那我们俩台北的市政一定越来越好。陈时中陆战全面启动，这是他参选后第一个公庙行程，未来要持续拜访基层。不过这回陈建仁大动作助选陈时中，外界也解读是剑指2024。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在当下，当下我们就是要让时中能够选上台北市市长。力拼年底夺回首都，绿营全党上下，尤其是英系，更是总动员，祭出总统级规格，要把陈时中送上台北市长宝座。寰宇新闻宋俊怡、蔡宇植、宋哲妮、林佳倩台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寰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